吧，这个旋风直接搬掉。他把旋风搬了，其实一手就是放他野猪过来，另一手就是让他野猪来防守，不好用飓，没有飓风就不好防御。同胞手，同胞手很激进。幽灵，我感觉带了幽灵，基本上十有八九就是那个、就是、那套，对呀、啊，放毒的那套。哎，黑王子，黑王，这不能让他砍这个房子呀、啊。法师，对，这应该是那个大皮卡。直接卖掉了。但其实这波如果有矿工可以穿一下，可以挖一下矿工，房子血量不多了。哎，对的，考虑吧。哎哎，这一波很难防。有点厉害，小闪，但是锁到的是矿工呀，后排怎么办？哇，这个后排输出爆炸了呀！哇，强行交费用，交了很多费，对，交了太多费了，但是还好，还可以接受。对，这波幽灵还要接，还不错。团伙这样拉吗？现在是赚费的一个情况。对的，其实团伙的话，它可以用后排的两个同胞手来吃掉这个幽灵，然后前排基本上可以保住，然后还能反击，对，还能反打一下。这边双方费用现在基本上是一致了。是的，亚音这一波矿工加苍蝇海穿得非常不错呀。两边房子啊。是的，应该都是毒矿对吧？对，但是塔里这边是带了一手大皮卡，而亚音这边应该是就是后面是小店，主要是个小费的一个卡。对，他这个牌应该不会带大皮卡。对，就像塔里这边大皮卡，哦，带了超级，超级，现在超级的出场率非常低啊。但不过对于他这种这个带小费卡组比较多的卡组，这个超级作用还可以，因为他不怕这个头猫手加这个团伙。对，但是他这个大王灵的话怎么处理大王灵？垫一下吗？啊，这个超级没什么呀。然后矿工呢？矿工不穿了吧、啊？这波强行跟矿工挖一下。这波直接穿用幽灵吃吗？哎，不解吗？这个血量卖血了。他们这种选手就费用算得非常准，他知道这波亏费亏太多，不能再解了。对，如果再解的话，其实挺劣势的。对，哪怕亏点血量，不然是很难有机会了。对。然后这手不要，还下还沉底超级，这裸下超级，我感觉会不会就是他后面超级以后再跟一手电法？我感觉电法飞机就很难解哦，亚音。对，飞机加电法，是大王这很难解哦，这样。看一眼。大王灵要被电了，大王灵一定要电，速度非常快啊。是的，但还是超级没有办法输出了。是的，但是电法还没有死，飞解掉了，还不错。再交一张牌，飞机好挡住了，漂亮，挡住了，非常好。同胞手赶紧解掉飞机，然后空空反打一波，跟不要，漂亮。哇，这个亚英这波打的真的是。是的，但是没费防这个超级了，超级要拉一下吗？哥布林，然后大王灵，漂亮，哇，这个是不是还能？是的，这个苍蝇海确实就是带得很好，很克制，我感觉对，没办法解，但他团伙挡一下，这个小店你交了团伙解不掉，对，再来个毒矿，基本上对还很稳的，非常稳，继续交，下那个我黑王子，对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你打不进来，毒不毒吧，你毒我就出东西了，你下陈天杰直接毒呀，对，直接毒了呀，这个可以，对的，直接毒穿矿工了，多摸两下，挖后面就可以了，矿工还没办法抓了，没有牌抓了，对的。哎呦，这波确实很厉害，亚音带的是个滚木啊，好强！他不是带的小闪，他刚才如果是小闪的话，就第一波我觉得他的伤害就能打出来，因为那个小闪给那个飞行器，苍蝇就无敌了。而他带的滚木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怕那个飞桶，才带的滚木。卡里这边是沉底了两个超级骑士啊，而且都没有打出任何伤害。是的，超骑这张牌现在很弱，而且他还是要这。桥头吃一波单位反打可能会更厉害，但其实他如果带大皮卡的话更难进来，对，他这个大皮卡被那个头猫手没有拉的生活不能自理，没有对面这亚英这套灵活，是的，所以塔里这个选手的话还是需要用一些灵活一点的牌会好一点吗？但大皮卡肯定是打不过这套，因为超级都打不过，大皮卡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主要除非带手剑鱼，对，带剑鱼，但是你不电法，而且他是小闪，第一时间闪，他下出来就秒下的，对，但还是没办法。对，这边是换了个套路吧，直接滚落。难道是塔里带着连弩吗？他会带连弩吗？不是，感觉头很铁，好像还是那套吧。哎，这边有点像三冲套，冲了，没错，就是三冲强。这波刺客冲到了，
那这波非常赚，而且资格还能再摸两下，一下，哇，漂亮，两苍蝇拍到了，哇，这波是的，这幽灵还被黑骑士又亏费又亏血，是的，哎呦，还想赚，把人拉扯。那这样拉的话，还不如就是同路拉，其实也差不多。对，因为我也是能解掉。对，哎哎，隐身了，就是还是会被砍一刀吗？这波抓不抓到？能不能抓到？哎，这边哇，直接毒矿一波。那这波其实挺赚的。对，血量打回来了。是的，费用也不亏，主要看这波怎么解这个。换刺吧。对，换刺。哇，对面亚银直接一波。对，一波。对方没费了。冰精灵，哇，这冰精灵位置非常好啊！是的，基本上是完美解。这手摇了摇头，这手冰法会选择卖血吗？这不好卖哦，这冰法不防。对，你不防其实也是能打出不少伤害的。对的，不防了，不防了，他摇头了，没办法了，彩戏只能往左下脚下。对的，我感觉这个彩戏，他只能往这里下，没办法了。矿工怎么抓不抓得到？一定要抓矿工呀！抓到没抓到？有点可惜，冰精灵。这个有点亏啊，巨亏，我花了至少四费吧。是的，但是还好的就是说，他如果采集还能发挥一点余热。哇，塔里这个卡就是换四加矿工吗？亚英这个牌还带了一手采集器，三枪嘛，又来一个采集器，应该是三枪亚英的卡组。我这波直接要打一波了，还是有挖，能不能抓到？抓到吗？没抓到呀。没有抓。这冰精灵冰一下再下黑棋也可以，还行啊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对。可以继续做采集器了，这波电塔下出来还是做左下角，对，只能做下这里吗？这要不毒吧，直接裸毒，然后对的，对方还不毒，下毒，感觉知道他是三枪，对，感觉会矿工挖，哎，不挖矿工了，直接毒。好的，这波亚银有机会啊，可以出三枪了，就这波了，非常重要，全力三枪，这波两个采集器都已经没了，对，快没了，但是还能采一费，如果这波打不进去就很难了，对，这波塔里的防守，看怎么跟牌。可以往跟左边，右边要顶点东西，右边要跟啊，对，一波左路吗？哇，右边跟个兵人会好一点的、哦。是的，右边会被这个哇，右边两把枪呀，哇，这波其实右边的枪浪费掉了，我感觉。对的，我觉得右边跟点东西，对面很难防的。对的，哪怕是一个兵人也好，我感觉。是的，这波还可以做采集器，好的，看一下矿物挖不挖。应该不会挖了，哈利现在很难受，他到底挖不挖？还是挖？是能抓到吗？好，抓到了，两张牌抓到了。对，哈利只能交毒药吗？哎呦，哎，还是被交了，又打黑了。哇，这波好亏啊！对的，就还是被摸了三枪桥头吧。刚才这波可以桥头的，我觉得很难出了。这看这波三枪怎么出？他下了换刺了，就有点难了。还是采集器，必须要做采集器啊、哦！等对面交了毒药再说。哈利这边我感觉他不会来解这个台气了。要矿工，哎，这波三枪出的时机还是非常好的。果然没解台气，但是其实还是挺亏的，因为采气做起来了。亚银这边很有机会了。有机会，对，这波是有采气的，而且对面毒药交了，过一手三枪。亚银这套牌过牌还是蛮快的。然后一定要过三枪，还可以做，还可以做。看这波，对的，就看这波怎么防了。对面不挖采气，直接挖塔了，感觉。对的。亚银也猜到了。我直接抓到，漂亮！那这波桥头三枪吗？我这波亚英处理的非常好啊。是的，还做采集器吗？亚英还是不太敢。我觉得还可以做，还可以做左边采集器啊。你现在其实已经我感觉优势了。对，这左边要吃毒了呀。拉一下这两个单位。别人拉一下，哎，黑王拉也可以，也不错。但是右左边这边一定要这个就靠右边这一波了。兵人什么的刺客冲，然后矿工冲不进去啊，这个电塔没有啊，他这个是没有矿工的，对，他这个电塔很难受哇，这个小亡灵啊真的是好伤啊，是的，所以这样是被电塔白吃啊，对，这一波的话怎么防矿工啊，对，这波就很难了，哈利也不出矿工了，他很机智啊，哎，这波三枪还可以，好，又抓到了，漂亮，又抓到了这冰激凌，哇，无限抓这个黑棋，要抓一下，哇，很极限，他这个苍蝇没有办法进去，他这个电塔真的就无脑解，三个苍蝇真的是被秒杀，哎，冲到了，慢一下，很危险，这波垫一下，我这波单位非常，哎，这个刺客是有点失误，没有冲起来，对，有点失误，哎，而且让对方的刺客冲起来了，苍蝇摸到塔了，兵法是只能桥头挡一下，对的，
亚银这边我觉得可以桥头三枪了，对，可以来一波了，因为这波费用优势还是比较大的，对的，哪怕你交毒药也不好处理，还不下三枪吗？这波应该是要桥头，没时间了呀，留给亚银的时间不多了，左边分两把吗？哇，直接一波了吗？哦、毒药了，这边吃毒了呀，这边一个毒药一个滚木，我对面这么贪，滚木，哇，那还是打不进去，打不进去啊，就很难测，没有办法了，时间也没有了。就挡一下吧，好了，平局啊，平局，非常紧张刺激啊！就亚英这边他是没有带矿工的，没有一个斩杀。对对对，他如果说有个矿工，又能扛伤害又能打输出，对对对，应该就能拿下这局了。但是如果是带矿工的话，他就没有这么快的转速了。对，不要管木就可以了。他硬要下出一个幽灵，太贪了，直接送掉。如果刚才毒药滚木，然后在什么幽灵矿工反打一波，没准儿这个至少血量上，如果能取到优势也不错。亚银还是就是刚啊，就是刚，挡一手。哎，这逃跑者送了呀，推呀，房子要被砍了。对的，塔里好像没有换卡组。这边再挡一手刺客，大王灵直接桥头。王灵，这个冰精灵加小闪电吗？这个电塔现在是有点无解，我感觉这个电塔真的解大王灵都能秒解，对，根本就摸不到。我一个四费的牌，这太强了，有点像刚才带小王灵更是没有机会。这波团火挡一下，这波、滚木，他下一波应该会要预判了。塔里这一波的话先慢了，这波黑王可以跟一点东西，跟点逃猫手什么的都可以，看有没有蝙蝠这种。哎，刺客，他应该是换了之前那个毒矿。这个刺客看他什么解，逃猫手吧。逃猫手桥头，这样还可以，能接受。然后在房子，对，这个房子下得很好，他让对方的这个幽灵不能来打到，直接打到这个房子。对，直接对面直接毒药了。对，哎，这波血量还可以接受吧？塔里很机智哦，他把那个冰法换了，看到没有？他带了电法，这个冰精灵加电法直接把苍蝇海龟秒掉。对，而且那就相当于三把数嘛，加上滚木毒药。但你这波其实可以先出矿工挖塔，然后再过一个黑王。他这波矿工直接来这样下的话，矿工房这个是不赚的，不太好。对，哎，这波直接上头吃电法了呀。冰精灵，哇，冰精灵加电法师。对，然后黑王，我一波了吗？毒药只能跟毒。刺客姐还不错啊，这波解的还行，处理的非常到位。对的，亚银刚才的他的进攻方式我觉得是选择有点错误，他那个团火跟黑王其实是无敌的，对方没滚墨。哇，这个 哎有点亏了，因为这个刺客，哇，对的，好亏，有点亏，矿工扛到伤害了，他没想到对面矿工挖这么及时，很果断，那这波打出了一点优势啊。黑王挡吧，哎，这波对，敢不敢跟大王灵呢？看一下，跟矿工吧。好，大王灵矿工一波很难挡，这波对面只有电法师。有电法，电法下不出来了。电法师没有加电法。哇，电法师要下了。下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电法师的时机真的是非常重要。是的，还是用团火加黑王挡一下。这个矿工就没办法，而且黑王好像要扛不住了，扛不住了，只能下苍蝇海。苍蝇海的话，要是地面的完了，这如果说完了呀，现在费用已经很亏了。是的，亚银这边房子是做不起来的，但是这波幽灵塔里好像抬了一手，拿矿工来防，这就很被动了。对，这波把毒药交了，房子还可以交一手，我觉得还做个房子吧。亚银这边，但是这样其实换次打这个黑王还优势哦，直接把你盾牌冲掉啊！这手团火在右边吗？这波啊不太好打进去啊。是的，电塔，这个电塔真的变态，就吃这个就分分钟就没了。这波滚木有点失误，那应该是没有太大机会了，对吧？看一下亚银这边可不可以保平？保平应该挺难的。对，他给压力了。哎，冲掉了！哎，这波大王灵给压力，但是电法来了，哇，直接毒药，哇，稳了、哦！但是这个血量非常健康、啊。塔里这个电法下得很好，看到没有？对，他把那个小费给拉扯到，然后还把电然后又解矿工，对，矿工解掉，没抓到，挖了吗？哎，还不错，没抓到。然后滚木消耗，这个消耗其实挺烦的。对，还要只能下苍蝇海矿工。啊、这波弹一点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有个电塔。
导盲手，亚银打得有点着急了。啊，一波矿工毒药就没办法防守了呀！抓到了，哎，没抓到，但是好像斩杀了。对，斩杀了，斩杀了。其实中间还是有感觉有一点机会。是的，很有机会的。恭喜塔利，恭喜塔利拿下一局，两边一比一战平。这个。最主要是对方如果只要把这个电法给交掉以后，飞行器真的就很难解决，有点无敌。对，看一下亚银有没有想到带这个飞行器呢？双方都不下牌，好，头防守房子。是的，有房子的肯定要先下啊。亚银这边摇了下，亚银这边应该是没有摸到房子。这个黑王子应该是要送掉了。哎，一样的卡吗？直接毒药，但没办法了。这个黑王子还行啊，毒死了。哦，不亏啊。对，这波毒药还可以，不亏。啊，这边有没有过出房子呢？不敢下吧，我觉得。直接身体巨人，哎，工程锤应该是三冲嘛，有点像。对，那这边也不亏，因为有地狱龙来防守。是的，苍蝇吗？不跟东西吗？哦，跟一个王，哇，这边猎人，哇，猎人姐，把对面把小电用了，地狱龙无敌了呀。地狱龙吃胖子，虽然说这波哇大皮卡那更厉害，这个比地狱龙还要我看到塔里的表情就惊了一下，直接摇了一下头，感觉这把已经凉了。这边会不会跟啊更换刺？哎，但哎还好，躲起来了。这边没有继续跟啊，亚银很凶，直接一波挡不住呀，这怎么挡？小闪一下，垫掉。房子也要没了，这下轮到塔里摇了摇头了，怎么办？哇，那这波这有点凶，这个苍蝇。哎，好，这个位置下的不错，但是伤害还是打了不少。是的，这苍蝇有点急吧，我觉得。而且这边还费用也差不多，对，就还要解一手嘛。快拿工程锤挡一下吗？卖一下。好，直接冲工程锤，没挡到。更换刺，这必须要更换刺。这边小闪没有过出这个房子。不跟东西吗？其实这波应该，我感觉可以果断跟一下，然后把房子解掉。有点犹豫，有点犹豫。哇，这边你们直接不要，没问题，提供斩杀先。现在毕竟是优势嘛。是的，你这胖子不可能下出来了。下不了胖子。但是这一波的话，把幽灵不好解。亚银这边看一下他最后一张卡是不是一个，应该是个电法，应该是一张电法。我把毒药交掉了，啊，要下一个，哎，工程锤吗？大皮卡一定要砍掉后排。哇，这波木鱼，哇，居然是木鱼！这波没有想到对面一波泡沫，只能哇，只能那你交毒药，但胖子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呀。但是工程锤冲进去了，哇，还好防下来了，但是是的，哇，这一波真的是没有想到，这波必须要攻进去啊，攻不进去就没了，很难了。还有一张牌是什么？小电一定要交。强打一波，漂亮，有机会，对面没有费用了，下不出来了，秒杀，冲，不错，这波应该是还没有到宰杀，差一点点，是的，塔里这边一定要给压力，压力，一定要给压力，这波打一波，是的，不能让他出胖子墓园，就防不住了，胖子墓园来了，哇，这波怎么办？是的，胖子墓园，这波苍蝇下出来了，能不能解掉？非常重要。应该是，我感觉应该是解掉了，解掉了，这波亚银应该是过出毒药了，过出毒药可以宰杀了，漂亮。哇，恭喜亚银拿下塔里，我还好有一手这个亡灵啊。是的，这其实是个巨克、啊、对，巨克，就亡灵解你的墓园你必须要交毒药。是的，不交毒药零伤害。亚银最后一张牌应该是张电法，但是